刚按完全没感觉、啊哦，现在会陷下去。哦，对啊，要把气推散。所以水肿是可以用按摩来处理的，循环哦，循环。对啊。哦我那天听那个健全说你是妈妈也是做这个祖传的，对啊，说你妈妈的妈妈也是的家族舅舅，就我的舅公啊，所以你的舅公，所以你的舅公把这个传给我妈妈跟我舅舅，舅公是外婆的哥哥，外婆的哥哥，所以是外婆那支。就是我妈妈娘家，你妈妈娘家、嗯、传给，就等于你的妈妈的娘家把它传给儿子跟女儿。对，哦，一般是不传女儿的呢。一般问题是我妈妈学的是经络啊，舅舅学的是整肌啊，方式不同。哦，所以其实一开始都只是先教基本的、哦、就是止血，就是一般的止压，那后来当然会各自再去研究不同的路线啊，要找到适合自己的。女生做经络可以，整肌就要看状况、哦。对啊。那你舅舅也在？我舅舅做整肌的。也在台湾？台北吗？对，他在永和。哦，台北。可是他大概每三个月都要去日本一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学生在日本有开业啊，然后他每三个月都要去一趟住诊。去诊？住诊啊！住诊啊！哇塞，这么厉害啊！所以一年要出国四次哦。啊，都是去日本啊，反正那边都是包吃包住包飞。包吃包住。对啊。连飞机票也出给他。对啊，还有他去那边的那个、啊、问诊费啊、哦，就是他们去其实会很多日本人重养成。哦。那他们都会排好，譬如说至少我舅舅三个月会去一次。嗯、那他们就是一个排啊，那时候就是去两个礼拜、哦，然后几乎总早到晚都会在那边。哦，啊，他就是可能，譬如说他学生的，复健人员，就是复健要需要复健就会去那个时间。他学生需要复健什么意思？他学生的客人啊，哦哦哦，都会排在那个时间，就会公告说我舅舅大概什么时候会过去。哦，所以需要大师的时候，都会排啦，就是原来徒弟的客户也是都会。就是每三个月给他做一次调整嘛。哦。大整理。有没有？这样气质会比较消一点。哦。对，刚刚比较崩嘛。嗯嗯。对啊。如果这样，可能适度的，就是让奶奶的脚稍微抬高一点。嗯。哦。好。这样子至少让血气循环回去。嗯。啊，但是也不要一直整天都这样啊。哦。整天他要这样也不 OK。那所以一天要多少时间是？当然不用，就是你有来的时候嘛，就让它垫高一下、哦。如果你觉得它有点水肿的话，哦哦，就像我们有时候站久了会水肿啊，有脚气啊，它、哦、不是脚垫高会让循环回流比较好。哦、有没有？让它慢慢松下去，对不对？嗯。刚刚是绷的嘛，嗯，所以它这样很绷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是这样硬绷绷的，嗯所以你按它完全没有，可是你看现在纹理有一点点出现，嗯，那表示它气有点在消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个比较气。有结节，反正之前是胖胖虫。这奶奶今天有没有开心啊？你觉得呢？那我觉得她开心啊。我觉得她来这边的那个感觉，今天感觉就是是开心啊。嗯。眼睛有在笑哦，他、啊、眼睛有没有在笑、啊？有啊，他眼睛是闭着的吧，还是开着？那个要看那个、啊、我后面纹路有翘起来啊。啊，他是闭着眼睛在享受吗？就是哎、欸，你知道有人笑起来眼睛会笑那种感觉，我不会讲、啊。嗯嗯。啊，现在眼睛打开了，啊，累了，嗯、啊。妈妈，小琪帮你按摩哈、哦，很舒服，对不对哈、哦？是不是啊？嗯，啊，嗯，就是我觉得这家老板我
跟他谈聊天嘛，他觉得说嗯不错，所以我就想要换一家。那正好我们住院去了，我们住院了一个礼拜，所以刚好退掉那边。对，因为住院那要照付嘛，只是退伙食费200块。是啊，对，所以月费还是照付的。一天大概900多块，等于1000块嘛。对，一天等于1000块，那只能拿回200块，所以那你就先退掉，然后住院也要付钱呐、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商量了一下，我就说那我们先退好了。所以我们住院的时候是那当天就去。啊，他楼下也 OK 就对了。哎呀，因为我们住院也不知道住多久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直在那付双份的钱。啊，这一次去医院这样回来 ，OK 了吗？我听健检说是发炎。对，今天是礼拜一，明天要拿小便去检查检验，对，然后礼拜三我带着检验报告回去那个复诊回诊，因为他给了一个月的药，一个礼拜的药，一个礼拜的药，所以到礼拜四，我们是礼拜四月出院的嘛，那礼拜三就没有药了，这样，如果状况好就不用吃了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就不用吃药，对，就不用再吃发炎的药。对啊，有时候吃药也会有水肿。你以前帮他按摩的时候，他头就不用垫高了，所以有时候我就没有给他垫。没有，我之前因为是这个是拱的、哦，它是斜的、啊。今天我们是放平啊，哦、放平变成头会腾空，然后不舒服啦。哦，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躺平啊，你让他头这样一直拱着，然后、变成他出力。哦，所以我还是给他垫子，这样他比较舒服嘛，有着力一点、啊。不过比之前好多了，我觉得他的拱并没有像之前那么严重。之前比较拱。那好多了呢，哈，对不对，妈妈？好多了嘞，哈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好多了呢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它比较圆润一点，心情好。我觉得他在这里，在这里跟在之前那家，就是说我们班里。还有我们住附近那家，他的心情就好多了。他这楼下其实也还 OK 吧。对。楼下到你们家？啊？楼下到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。他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。我离开我们家附近那家的时候，我也没有说我搬到哪里去。那他们要我写说搬到哪里去，我说我不写，因为他们有一个资料需要填，说搬到哪里去。就说自宅就好了。哦。对。他们知道，因为我们在那已经住很久了。那你说我们决定搬？住八个多月，他知道我们是回不去的，因为我们是那个公寓嘛，三楼，他知道我们是回不去的。这个脚是要怎么样才能给它放平呢？是按什么地方呢？环跳穴，当它那个什么穴还？环跳穴哦，现在这里就这边接过来的地方，循环会好一点啊。环跳穴。其实呢，以他来讲，他的拱
不管它是不是能不能放你，重点是要让这一条的筋放松，它这边才会慢慢松。哦，最主要是让气血循环。其实你看，人家讲颜色都还算漂亮哦，嗯、有的会黑黑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就是循环不好变黑、嗯，它还算是嫩嫩的。嗯对啊。环跳穴哦，其实就是坐骨神经嘛。哦。就是那个臀部最凹进去的那个地方。我以为是属膝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按它属膝部觉得很硬。那是淋巴，淋巴不能太用力。哦。淋巴不能太用力。对，你会让那个淋巴组织发炎。啊，淋巴组织最主要是让它排水，对，就是让我们一些循环的部分有没有？它会经由五大淋巴去代替代嘛，好的留着，坏的它会排出去，变成尿液或什么的转换。那你如果让它阻塞或纤维化，或者是我先把它关掉。